我哋好高興能夠請到阿吳謹生教授咧，為大家解答嗰方呢方面嘅問題嘅。阿吳教授咧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同藥物治療系特系嘅講座教授啦，係呢個心臟血管內科嘅顧問醫生，亦都係重慶醫科大學心臟科嘅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醫中藥研究所嘅科研教授，香港聯合醫院心科嘅客座教授，仁濟醫院心科名譽顧問醫生，世界心臟科學會嘅副主席，佢亦都係該會嘅心臟科臨床顧問班子嘅成員。咁啊，胡教授咧喺心科領域方面咧發表咗好多嘅重要嘅文章，特別係對呢個血管內皮功能呢方面咧係好有深入嘅研究嘅。咁以下咧，我哋請胡教授為我哋介紹高血壓治療嘅最新進展同埋呢個模糊嘅課題嘅，請大家熱烈鼓掌歡迎。多謝各位同道，好多謝陳主席，佢話係咁好嘅介紹，閒話不絕，就同大家交換下治療高血壓。頭先呢個李教授已經係喺介紹方面講咗好多關於高血壓嘅問題。今日如果大家留意香港嘅明報咧，就係好大嘅篇幅講下家庭醫生或者基層醫生嚟講咧，有50%咧係。唔夠適合處理呢個係應做嘅高血壓步驟嘅。咁對於時速嚟講咧，呢個係引述香港最近嘅一個調查研究，安田長教喺最近嘅香港嘅呢個係基層醫療嘅雜誌嗰度呢個係發表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睇今日嘅明報有10點，即係呢個係。治療高血壓應該要做啊，而冇做到啊，咁50%咧做唔到呢樣嘢。咁啊，呢10點咧，我哋都要攞回郵。但我呢個係準備呢啲問得幾多時，我嗰陣時我唔知道有呢件事嘅，佢所以我唔係針對嗰啲唔出咁嘅呢個係，但係實在唔係出奇，實在唔係喺專科醫生嚟講咧，一樣係有好大嘅比率咧係知道而冇做到嘅，實在一樣嘅啫呢個係。就唔係啊，關於呢個基層嘅醫生嘅專科醫生一樣係冇做到嘅。咁喺邊啲嘢咧？咁大家睇睇啦。咁就我最主要集中係呢個係有咩叫謬誤咧？咁咧，我有幾點咧，就大家比較留意下，係咪就係有4樣嘢就係降壓嘅西藥係咪千篇一律嘅差唔多嘅咧？咁呢個呢啲咧就要諗下佢哋藥理嘅問題啦。第二樣就係咪貴藥？係比較平嗰啲更好咧？咁呢個咧就要需要有臨床嘅試驗嘅論證。第三咧就係降壓降到邊個階段咧？呢個病人咧就時時都問嘅。150/90夠唔夠咧？低啲會唔會頭暈啊？咁呢個就係我哋要睇臨床論證呢方面嘅資料。第四樣嘢咧就係降壓治療係咪淨係處理嗰個血壓嘅高低就夠咧？咁呢亦都要睇下病理問題啦。同埋兩件最新嘅進展，我希望未來嗰半鐘頭內完咗我嘅特別嘅同大家交換意見之後，你就可以有4個答案喺度出現嘅。大家知道即係血壓高嚟講，一般嚟講要收縮壓140，舒張壓90，就要大家留意呢樣嘢。不論年紀都係一樣嘅，就係我以前講話年紀大嘅會高啲，年紀輕嘅咁就係會唔會低？但係實在嚟講係都係，但係140/90咧就要引起我哋注意。咁大部分嚟講90%或者95%以上咧係原發性嘅高血壓，係冇原因嘅。咁就啲當然啲同呢個係家庭背景呢個遺傳嘅呢個基因同埋個心理同埋呢個生活嘅壓力有關係嘅。其他嚟講咧，肥胖腎嘅因素同埋其他荷爾蒙分泌嘅內分泌嘅分泌因素，包括胚胎其他呢個係腎上腺素嘅分泌同埋嚟講咧就係喺中脈比較多啲，會有呢個係大動脈嘅發炎嘅症咁都係咪都可能引起呢個係血壓高嘅。咁頭先李教授講咗呢個第幾期嘅血壓又講到啦，正常嘅一般嚟講，我哋希望可以
去到13085樓下啦，呢、这個閘界啦，呢、这個就係139去到89嘅閘界啦。咁佢有冇第一、第二期、第三期嚟講咧，就以唔同啦。譬如去到140至到159舒張壓咧90-99咧，第一期、第二期咧就係持續去推嚟講，舒張壓100-109，咁呢個係第三期緊要啲，又係呢個舒張壓110。咁好多時嚟講，有時唔係淨係兩位一齊啊，有時淨係收縮啊，又淨係舒張壓咁樣。咁但係最低度嚟講咧，就俾少少個分界，去大家睇睇個分辨。咁最主要嚟講咧，因為嚟講咧，可以憑住呢啲咁嘅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咧，可以決定我哋嘅個壓藥嘅應該先後啊，同埋個急嘅程度係點樣，咁都可以有啲幫助嘅。咁呢個係血壓高嚟講就好普遍嘅，呢個係近咗好多年前做嘅研究，依家可能仲緊要嘅。我哋喺我哋祖國嚟講，全國嚟講咧係10%喺呢山區嚟講低啲，喺呢個係呢個係呢個特別城市係高啲。喺香港嚟講咧係10%幾。咁如果喺醫院嘅範圍裏邊，由於佢醫院咧係比較集中處理嗰個高危啲，所以係多數咧就係變咗高啲啦。咁如果係嗰啲做工嗰啲，佢啲做工前嘅檢查嚟講5%，咁估計嚟講咧喺澳門咧，但係佢估計嚟講都一樣係有10%嘅呢個係成年人有高血壓嘅，年紀越大嘅梗係越嚟越高啦。咁呢個特別就係講到嚟講咧，高血壓嚟講好多時講就唔知喎，冇症狀喎，高血壓唔係病嚟嘅。咁所以嚟講就睇下就頭先阿李生提到話。呢、这個The Rule of Half 嘅大概有一半人就唔知道啦，就知道之中嚟講有嗰半年嘅有啲人咧就唔知道點治療啊，治療得唔夠啊咁呢個咧就而呢個係1962年度、1974年度同埋去到1990年度或者2000年度咧，即係個分別咧雖然好啲，多啲人咧就呢個係處理知道有血壓高，但係嚟講咧呢個以前都係分咗四個唔同嘅方法嘅呢個係喺香港嚟講。我做過1980年同1995年嘅比較嚟講咧，亦都係如果分開三組呢、这個，如果知道血壓高啦，嗰啲控制得好嘅，这個咧就係慢慢控制嘅，同埋好控制得唔好嗰陣時講咧，比較嚟講咧，这個咧仍然藍色嗰啲，这個咧就仍然都係有一半控制好，其他嚟講咧都係一半嘅。咁但係其二咧，即係80%度咧，就係亦都唔係控制得特別好嘅比較，咁即係未達標嘅。咁呢個標準嚟講咧，視乎嗰啲論證如果去到邊度，一陣間會再討論。咁所以講喺我哋嚟講喺基層醫療方面，亦都好多嘢中意。我希望嚟講咧，可以將藍色嘅部分一路去到呢、这個多啲嘅部分，可以設立啲衫啊咁樣。咁點解要降血壓咧？咁就呢個就係好經典性嘅，無論喺咩嘅年紀，無論係乜嘢症狀，譬如冠心病、中風，同埋呢個外支循環呢、这個血管有事，同埋心肺衰竭嚟講啊嘅病人嚟講咧，你無論係男病女嚟講咧，呢個有血壓高同埋冇血壓高嚟講，即係血壓高同冇血壓高嚟講咧，嗰個死亡率爭好遠嘅。呢、这個係藍色嗰啲冚唪都係高過黃色嘅，每一個層次都係。咁即係標誌住咧，如果你有機會降低咗嗰啲血壓嚟講咧，我希望嚟講咧，每一個病例嚟，每一個病組別嚟講咧，都係嗰啲血壓控制好之後嚟講，那個死亡率啊或者發病機會嚟講會好多嘅。咁呢個就係表達呢個係如果係嗰啲食呢個係安慰劑嗰陣時，咁喺1945年代嗰、那個出事嘅機會50%。如果控好好好控制血壓嚟講咧，出事機會可以對到15%。咁呢個好經典性嘅，所以一定要控制好個血壓。依家如果冇可能，用呢個係比較呢個係積極治療同埋呢個係無疑嘅，或者呢個係特別嘅呢個係呢個特別嘅呢個昏迷嘅治療，因為依家都唔容許，因為呢個證據咧已經係確實㗎啦。咁估計嚟講咧，如果有治療咗，如果低咗。呢、这個係收縮壓低兩個 millimeter 嘅水銀柱嚟講咧，佢咧就係會呢、这個係好多嘅好多嘅meta-analysis 都發現住可以引起變咗嘅係可以有引起個中風機會少10%。呢、这個亦都係心臟病，尤其是你冠心病、缺血性心臟病少7%。咁就兩個啫喎，咁如此類推嚟講咧，就雖然唔係直線嘅，但係嚟講實咗嚟講，好少嘅血壓嘅改變嚟講咧，呢、这個亦都可以帶嚟好大嘅得益。
咁就啊呢一表總結咗同血壓高有關係嘅，引起心肌肥大啊、心肌肥厚啊、心力衰竭啊、心梗啊、呢個急性急心肌梗塞啊，同埋同血壓高有關嘅呢個係老病啊、冠心病啊，最緊要係似中國人嚟講咧，就呢個出血性嘅中風啊，咁就隻眼啊、腎啊。同埋咧，有時血管方面，如果大動脈啊，咁呢個都係大動脈嘅腫瘤，亦都好重要嘅。咁就睇最主要就係心啦、腦啦、隻眼啦，同埋腎，咁都係四個最主要嘅切靶嘅器官。咁頭先話有一半人呢個處理得呢個血壓，其實醫生嚟講處理血壓唔啱啦。咁實質嚟講咧，就主要咧就一定有四樣嘢，大家即係大家記住呢四樣嘢，呢個係。就我哋一般嚟講，呢個咧就係集中睇下點血壓最重要嘅處理最係一樣嘢，實在係咪真係血壓高啊？頭先李教授講到有時高時低咁樣，呢個係不浮游嘅，或者見到著白袍嘅白袍即係血壓高，咁嗰啲係點樣咧？咁就如果係嗰啲可能要觀察耐啲，但如果係一個係持久性嘅血壓高嚟講，咁就肯定啲咧，就呢個係可以說服病人。就呢個需要時時食藥啊，咁樣呢個係好多時咧有一句啊，醫生係咪食咗藥之後就永世成世都食㗎？咁好多時咧我就即係咁樣勸佢，唔係成世，但飯都要食㗎。咁呢個係咁我哋話佢又係最低限度咧係長久食啦，即係唔好用成世嗰時咧就咁搏長長久嗰時咧，俾代替佢咧，病人之就好啲嘅呢個係咁呢個或者可以大家考慮咁講啦。就第二樣嘢就係呢個除啊，如果決定咗病人一定要三次以上。呢、这個係度血壓啊，好多方面咁即係先證實咗啦。而好多時嚟講咧，而呢個係喺香港個研究，有啲人咧就未夠三次，完全冇知道算比血壓高過壓治療之前嚟講，血壓幾多冇記錄㗎，乜都冇嘅。咁所以變咗喺嗰個研究方面咧，就喺呢方面過唔到關，就係話都冇證據證明嗰個血壓高係持久嗰啲咁樣。咁第二咧就係嗰個頭先所講嘅係乜嘢類型嘅血壓咧，原發性啦，因為有其他繼發性咧，咁呢個咧應該大家要。無論在腦海在呢個係要解決啲問題嘅。第三樣嘢就係決定就係有冇同血壓高有關嘅併發症咧？呢、这個亦點解頭先討論咗幾好多大類嘅併發症？第四類嚟講咧，係呢、这個尤其呢個最主要嘅就影響到我哋要選擇藥物啦，同埋點樣去醫啦。咁呢個有冇呢、这個其他嘅病徵喺度咧？咁我咧通常嚟講係喺病歷。同埋呢個臨床聽診，同埋做呢、这個做呢個係檢查嚟講都圍住呢四樣四個大方案去睇，咁好多時嚟講就夠噶啦呢份。頭先講到嚟講咧，就呢個有要浮遊咁點樣有乜點辦咧？咁又大家留意，我唔知道澳門多唔多人用，但係實際嚟講咧，喺我哋經過好多人用呢個活動性嘅24小時嘅孭住部機咁做咧，咁好多時咧好似幫我哋解決問題。咁就點解呢個重要性啦？呢個比較下。比較下嚟講咧，就係呢個即係如果發覺嚟講咧，如果喺呢個係診所嗰時講咧，其實睇嗰幾分鐘啫嘛。咁第二樣嘢，如果喺屋企咧，佢可以咧提供多啲資料，可以多讀多幾次，所以就可以知道。第三嚟講，如果24小時有機會做咧，發覺嚟講平均嘅24小時嘅收縮壓嚟講，如果用呢個方法嚟講係高過曬喺淨係喺診所喺個辦公室或者喺屋企嗰度度嘅。咁每一次嚟講，如果你喺140度嗰陣時講咧，佢更多機會嚟講咧係用呢個24小時活動嘅血壓量度咧仲高啲嘅。咁你如果個病人喺啲 office 嗰度150嗰陣時講咧，如果你有機會同佢度呢個24小時嗰活動咧，佢仲多機會咧可以咧就呢個有，同埋嚟講咧，佢哋咧個死亡率咧。呢個咧就係高好多嘅呢個係，如果150，如果係喺活動嗰陣時即係證實咗唔係淨係單一嘅咧，都平均數150嗰陣時講咧，死亡率好高嘅呢個係咁。咁所以唔會講就唔理佢嘅浮遊多少，佢只要係去到個階段，如果越多機會咧，就呢個係24小時平均多高咧，咁佢即係嗰個所對身體產生嘅破壞性效果更高，嗰個死亡率或者同心臟有關、血管有關嘅咧，就會個死亡或者呢個係疾病咧會更高。咁另外一個嚟講咧，就係呢個係好多時咧有80%嘅人咧就係血壓咧就起咗身之後嗰一個至兩個鐘頭最高嘅。因為平時我見到病人嚟講，如果淨係有機會度一次血壓嚟講啦，然後起咗身之後度第一次血壓嗰個咧朝頭早係最高。咁呢個假設到朝頭早嗰陣時講咧，亦都係睇到好多中風啊。
好多時個心臟病發起咧，喺嗰個朝頭早呢個咧就係將佢起身，同埋呢個係你六點鐘咧七點鐘將佢醒啦。咁你講咧就係、是、當然如果冷床嗰陣時，如果去到十二點鐘嗰啲唔當啦嚇、啊。但係如果一般嚟講，平均嚟講七點鐘咁啫，通常嚟講八點鐘啊，甚至九點鐘係最血壓比較最高嘅地方。咁呢啲嚟講咧，啱啱嚟講呢個最高咧就啱啱嚟講就解釋到呢個係中風啊，即係黃色中風啊，同埋呢個心臟病發咧，又係喺呢個呢啲咁嘅早期嘅時間咧最有關係嘅。咁呢啲亦都係可以，大家有機會希望咧，亦都可以睇下會唔會係我哋如果次次都晏晝睇個病人嚟講，會唔會疏忽咗朝頭早嗰個血壓高嗰情況咧？好啦，頭先就講啦，呢個係去到咁啊，治療血壓高有四點，呢個係治療血壓高咁有咩要檢查咧？咁頭先阿李教授咁好詳細咁講咗好多方面。但係就係再集中講一次嚟講咧，咁就睇下佢最緊有冇呢個個血有冇結啦，我睇下嗰個呢個血色素有冇過高啦，咁你就自己睇下個尿方面啊呢個咧就係有冇血啊，有冇糖分，自己睇下糖分啊，因為呢個睇下有冇糖尿出現啊，同睇下有冇蛋白啊咁樣一般嚟講咧，我咧就呢個腎功能嚟講係需要嘅。咁亦都係或者睇睇嗰個有冇呢個係佢係有冇其他嘅關於呢個係腎上腺素嘅問題。咁呢個所以睇睇個血入邊嘅鈉質啊。咁心電圖咧可做可唔做唔一定，但係嚟講咧就真係有個好處。呢啲或者再講啦，因為如果入心電圖有呢個係睇到有冇心肌肥厚，咁可以幫你選擇用邊一類藥。第二樣嘢嚟講，如果心電圖已經有缺血性嘅嘅變化嚟講咧，咁我哋又要做其他嘅檢查呢個。咁其他嚟講咧，就如果要可以睇埋血嘅檢查啊，咁就即係我自己嗰個可能方面有推薦，如果有機會咧，同時睇下其他嘅疾病、其他嘅危險因素，包括埋啲膽固醇啊、同埋尿酸啊，都好重要嘅呢個係。咁至於 X 光使唔使做嚟講咧，就呢個係見仁見智，未必有咁需要做。咁點解要做咁多檢查呢？因為如果有血壓高嗰陣時講咧，有異血壓高嚟講咧，就你好多時同其他嘅危險因素同時出現嘅，尤其是呢個膽固醇呢方面，故所以嚟講咧，就呢個係血壓高同埋膽固醇嘅方面咧，係一個構成血管硬化，尤其是呢個冠心病嘅重要嘅危險嘅因素。其他嚟講，關於呢個頸嘅動脈嘅血管頸動脈嘅血管硬化嚟講，亦都係引起中風啊，其他嘢。當然喺外國嚟講，就多數喺即係腦嘅出邊，即係頸嗰方面嘅有影。但係我哋中國嚟講，包括埋國內我同胞咧，好多時係呢度入邊係呢個頸腦入邊嗰啲血管硬化。而依家嚟講話咁硬化點啫？咁冇得醫㗎？唔係喎，依家好多有得醫㗎。尤其我哋國內依家領導全世界嘅就係喺腦入邊。嘅血管嚟講咧，可以有通一樣可以通開波仔啊，其他嘢只有安全性可以得到呢個係越來越多安全性嘅。咁呢個大家留意下個嗰啲未來一兩年嘅進展啊。好啊，咁頭先都講話，咁既然血壓高係血管硬化，即係呢個動脈粥樣硬化，咁有邊一類人要特別注意呢？咁呢個有四類人咧，就係、是、如果佢有糖尿即係有呢個係新陳代謝症候，咁呢個加血壓高啦。或者佢有呢個係腎功能有啲失有啲開始呢個失調嘅，又同埋佢呢個血壓高加埋有呢個阻肥嘅，咁呢個係咁呢幾樣嘢實在嚟講咧，係呢個冚唪都係呢個係有阻肥啊，有糖尿啊，同埋最新嚟講咧有睡眠窒息症嘅，呢個係大多數主要係個頸肥啲唔得，或者咧自己輕有啲人但我呢個比較咧下巴咧比較兜咗入去入邊咧細啲唔得，咁呢啲咧好多時雖然肥咧，好多時講咧又肥項好大咧，好多時講血壓好難控制，同埋你講如果有血壓咧，就算控制嚟講咧，佢其他風險都好大嘅，大家亦都要留意下，呢啲係屬於高危嘅風險，即係呢一類嘅血壓高。咁如果係咁嗰時係。我覺得嚟講就係、是其中一樣嘢就係除咗睇血壓之外，應該咧無論係病歷同埋呢個係體檢同埋呢個係做其他研究方面嚟講咧，都係要評估下有冇身體裏面出現粥樣硬化嘅負荷，同埋即係嘅出現，同埋有幾大嘅負荷嘅 burden 嘅咁樣咧。好多時最重要嘅 history 一個病人好重要啊，即係問下佢有冇心絞痛啊，有冇呢個係只腳呢個有呢個係小腿有呢個係。行路嗰時有 prodication 啊，呢啲都好重要下嘅。咁咧最重要咧，識得要用集中針對性嚟講啊，做啲係身體檢查。其中一樣嘢就係、是、都唔使花好多時間，但係只要大家做慣咗，好容易嘅。就摸下頭先李家嘴講到啦，
嗰啲外資嘅脈搏，你一定要摸清楚佢。其中一樣嘢，聽下有冇頸動脈嗰方面有冇錄音啊，同埋睇埋有機會睇埋嗰隻眼。好多時嚟講咧，我發覺醫學生嚟講，好多時百分之五十嚟講咧，好怕睇隻眼嘅次次考咧，佢就睇隻眼咧，哇死啦，肥咗一半嘅啦，佢係。咁佢次次都係要按按賭博咁樣可以賭大細嘅，即係梗係話你要睇隻眼咧，佢話 DM 嘅填空成日都話佢同你有關，實質未必係嘅，因為佢冇乜點練習，所以我仍然都覺得嚟講咧，仍然都係對於我哋醫生嚟講咧，唔好放棄睇眼嘅機會，一直接玩喺個靈魂之窗，可以睇到呢個眼底嘅血管嘅變化。係如果你咁做，日日醫生冇做嚟講咧，病人好感動嘅，即係好特別啊，好有心機咁。我特別嚟講咧，就係、是、我特別咧，就係成時都係做呢、這個做啲 ABI 成日都係我次次一做嗰陣時啊，跺只腳嗰度其實通常嚟講，我都係佢啲病人啊，醫生或者教授，你係第一個同我摸我啲腳趾嘅咋，你係第一個同我腳嘅啫，咁亦都係好增值嘅喎，佢覺得你好有心機喎，呢、這個就係咁。嗱，呢個好容易做，這個、呢個咧就係加強你自己對病人嘅聯絡。佢認為你好有心，呢、這個 ABI 或者講緊咩嘅 ABI 啦，其他嚟講講下其他嘅替代嘅指數。呢啲都好重要啦。嗱 ，ABI 嚟講好易做啫喎。嗱，你除咗手之外嚟講咧，只要咧就將嗰、那個將嗰、那個血壓嗰、那個 cuff 咧，即係隻腳瓜窿度，你摸住緊佢，你可以當然你最準嘅梗係呢個多寡啦咁啊佢嚇，就唔係啦，攞手枕摸佢，咁比較手縮脈嘅。所以個 ABI 就比較咧，就你比較手嘅兩個平均數嘅收縮脈，然之後咧就比較隻腳到腳足部嘅其他一個。一個可能做 CT 或者做 CT 嘅時候摸到佢之後咧，一方面你摸佢有冇喺度啦，同一方面咧包扎住佢，然之後放氣啫嘛，放得氣嗰陣時，睇下幾時出現嗰時間，我可以攞到個收縮量。一呢個指數，將我腳一般嚟講咧，腳嘅足部嘅收縮壓高過手部嘅，所以嗰、那個如果喺上邊啲 A 喺上邊即係足部啦 ，B black 就手部嗰個收縮壓咧，佢呢個指數嚟講通常係大過一嘅。如果細過0.9就呢個係唔正常嘅呢、這個係。咁咩叫唔正常呢？咁呢個唔正常咩特別咧？就喺呢個表表達啦。如果比較嗰啲細過0.9同埋即係大過一比較嚟講咧，咁呢個咧就係呢啲咁文件嚟講，發覺嚟講本身咁簡單治療，好過曬好多嘅好多好貴喎，亦都唔使錢嘅醫生自己增值嘅服務嚟講咧，咁你已經知道佢嘅總嘅死亡率係4倍嘅。佢依個心臟病嘅機會，心血管嘅機會係2.4倍嘅。其他嚟講咧，如果仲細啲唔得，0.4嚟講咧係5倍嘅。如果係即係話，即係只腳呢、這個，我今日啱啱有個大學教授，我唔話佢邊個啊？你係啊教授啱啱提好急我啊，所以我遲咗少少咧睇我。咁咧佢話佢有少痛，佢心血管嚟講有少少唔正常，而佢又冇乜特別嘢。我喺度我依家手嗰度咧收縮壓咧係160。隻腳嘅足部失足壓120，佢變咗少過0.8，咁就我就哦唔對唔係咁呢個係，咁當然唔可以靠呢樣嘢，但係啲好簡單嘅，我勸佢，佢話好忙，我要翻去做嘢，我唔得啦咁，出資我一個鐘頭擠咗佢入去讀本室，就發覺嗰個前鋼肌99%收窄啦，已經就嚟生噶呢個係，咁即係呢個係就嚟即係已經心肌梗塞嘅呢個，咁所以嚟講啫，嗱我一個鐘頭我可以勸到佢，我就要用呢啲數據嚟勸到佢話唔得啦。唔可以做嘢輕心啊！咁呢個係，咁所以呢個好用，呢個都幾有用嘅方法，又是糖尿嗰啲病人講，好用方法。我勸大家多啲用呢個 ABI 呢樣嘢呢個，可以用手，亦都如果準啲，唔該做好啲，你可以收翻錢啲，可以用呢個係用呢個多普勒嘅少少，好平就唔係太貴嘅多普勒嘅探筆嚟，可以即係好準確，可以量度嗰個收縮壓呢個係。好啊，大家再講啦。血管硬化由好細個開始，咁呢個咧就係一路幾十年去到呢個張密血啦，血管斑塊破裂。咁如果係心臟嘅，咁啊心肌梗塞，或者呢個唔穩定嘅心絞痛；如果係腦部嘅，咁亦都引起中風。咁但係問題咧就喺呢方面嚟講咧，如果我哋再作呢個其他出發咗之後，先至可以平復佢咧，我哋叫做呢個啦。second prevention 呢個繼發性嘅預防。咁但係問題就仲有好多機會嘅喎，咁咁啲點辦咧？咁樣呢塊？咁通常嚟講，我哋有冇機會喺個病人出事之前，有冇機會即係喺度有冇機會可以睇得準血管？除咗去到有事之外啦，有冇機會喺度可以知道已出現咗血管硬化，從而希望可以做多啲嘅預防工作咧？咁
係有嘅。依家嚟講，醫學進步嚟講，我下或者下一節我咁詳細講呢樣嘢，不過咁講講嚟講咧，好多機會有嘅。譬如你 B 型嘅超聲啊，睇啲頸嘅動脈啊，又啊或者睇有機會睇啊呢個啊腹部嘅大動脈啊，都可以睇得出個腫瘤出現啊。咁亦都可以睇呢個咧就係啊動脈啊呢個冠狀動脈嘅開化程度啊。如果睇呢個啊 multi-site CT 嘅快速多層切片快速嘅 CT 啊，如果啊呢個啊。磁共振呢個係無論係腦啊、血啊、心臟啊，都可以睇啊，有機會睇得出嘅。或者講講呢個係，譬如頸動脈，如果有機會睇得出，點解咁重要咧？如果睇可以覺得佢嘅厚度喎，嗰啲厚嗰啲，如果厚嗰啲嚟講咧，係有25%嘅機會咧，喺7年內有呢樣完全冇事嘅。75%咧中風或者有呢個係心臟病發嘅呢個係。如果覺得好啲比較好啲嗰啲嚟講咧。7年內出事嘅機會少過5%嘅，嗱咁簡單做呢啲嘢都可以睇得出，更可以睇得出嚟講，怎厚嘅喎？如果睇到斑塊出現嚟講咧，亦都好重要嘅。嗱咁大家睇到啦，呢個正常嘅，如果睇到正常可以讀到，如果準確嚟講可以讀到入邊個內中膜嘅厚度啦，咁呢正常嘅。嗱呢個你唔正常有斑塊出現咗咁嘅，病人完全冇事嘅喎。所以嚟講呢個好平嘅方法，如果超聲波亦都可以睇得出頸動脈都係好表面化，好容易睇嘅呢個。另外一個容易做咧，就係呢個係磁共振呢個腦血管掃描，呢個嚟講睇下個頸動脈呢個呢度分叉呢個外呢個內啊腦內嗰度呢度89%一條線咁樣啦。我最近啱啱琴日先做咗個80歲嘅阿伯嚟講，都喺個通波仔同佢擴大咗佢，咁呢個都可以做得嘅。腦入邊嚟講就呢成條血管塞曬呢條在入邊咳塞曬，呢啲好容易做，呢個日日都唔需要打呢個係。注射器亦都冇其他嘅輻射，所以磁共振喺血管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好值得大家留意嘅。我推咗，或者詳細陣間再講講啦。另外一樣嘢嚟講就係呢個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呢個係我多層切片呢個係呢個係電腦掃描，咁就可以唔同角度啊、三維啊、立體啊咁睇呢個個冠狀動脈嘅嗰個冠狀動脈嘅出現嘅嗰啲嘢，嗱呢度咁睇佢動脈亦都。我依家詳細講啦，嗱咁講咁多嘢嗰陣時講啦，咁但係我啲臨床得啦。第一解決咗係咪真係血真係持續血壓高啦？第二嚟講咧，有呢個咧就係邊一類型血壓高啦？再第三嚟講咧就有冇其他嘅併發症，包括話尤其是嗰啲隱性嘅或者呢個演變性嘅呢個同血管病有關嘅嘢啦。第四嚟講咧就係呢個有冇其他嘅疾病喺度，包括話糖尿啊、腎功能失調啊咁樣。咁主要嚟講咧，主要就血壓就要降啦，降之後嚟講咧，就可以咧就減低個併發症機會啦。個目的希望增加生存嘅機會，同埋增加生活嘅質素，即係唔會有中風，都唔會出現呢個同呢個係血管有關嘅呢個係老人痴呆啊，咁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為血管病。腦血管病係最容易引起血人老人痴呆嘅，你醫得好，防御咗嗰陣時，就算佢雖然呢個中風唔出現咧，醫唔好嗰陣時嚟講咧，一般嚟講咧嗰個中風病大好多倍嘅，係3-4倍嘅呢個係老人痴呆病大3-4倍嘅，所以講呢個好重要嘅。咁因為主要就係降壓降到邊個階段咧，係個目標喺邊度咧？咁你話你嗰個 prevent complication 呢個係嗰個併發症。是一個臨床病症啦，抑或臨床都可以 prevent 到咧，咁呢個就係我大家討論啦。咁就如果係呢、這個係嗰、那個，如果係我依家呢個世界越來越質地咧，要以前得夠狠同埋夠呢、這個係放得夠多。依、這個上一今日明報都提到嗰份嘢就話，醫生治療血壓唔講得唔夠多，因為病人成日揾啊其他嘢，另一方面係算慳啲錢啦。咁呢個係。咁你所以咧就個用藥咧唔夠份量，咁如果仲有夠份量嗰陣時，我發覺嚟講咧，喺好多層次嚟講咧，都係無論糖尿好啊、男女啊，同埋心啊、冠心病啊，冚唪嚟講咧，都可以引得不同程度嘅，令到佢嗰、那個呢、這個係出事嘅機會咧，少咗20%至50%嘅出事嘅機會嘅。咁呢個係所以好重要嘅，所以喺邊個層次、喺邊個年紀都係需要呢個好好嘅治療。咁呢個係頭先你我好同意你曬，我最重要就應該係用呢個非藥物性先開始，呢個係
鹽方面少啲啦，減磅啦好重要。如果減磅呢方面包括埋如果睇下病人有冇睡眠窒息，如果肥嘅睡眠窒息出現嚟講咧，你只要減到肥嗰時啊，間接亦都引起呢個咧就係血壓會降低，間接咧令到佢睡眠窒息少咗咧，咁冇夜晚會有缺氧嘅情況咧，個所個血壓就容易啲控制嘅呢個係，所以大家留意呢樣嘢。咁啊，酒方面咧就係呢個，雖然話酒含血，但係嚟講咧，中度或者高量嘅飲酒嚟講係同血壓高好有關係嘅。煙仔方面要小心啦，做運動好緊要，運動好緊要。我成日都勸啲人覺得運動嚟講，尤其嗰個人族運動嘅清單嚟講咧，就係如果你30歲以前運動嚟講咧，你身體裏面所賺嘅分紅啊，係多過15年嘅生命壽命嘅延長嘅。如果你退咗休之後先可以做運動嚟講咧，係多12個月嘅分紅，有呢個係壽命。咁如果大家咁發行咧，用呢個説話咁去同病人咁分析嚟講咧，應該做咗運動。咁我咧就我自己自身經驗嚟講咧，如果真係太忙，好似嚇你講實咗，真冇乜時間運動。咁但係自從我唔做咁多嘢之後嗰陣時講咧，咁咧就過去嗰3年嚟講，6日1咧全部時間要跑步啊，跟住你教授咗個多個半鐘頭以上啊咁樣啦。咁咧就係透過游水啊咁樣。我前即嚟講，我腰圍咧送咗2寸，咁就呢個咧就係、是。嗰條褲咧，中碼咧轉翻去細碼，都一樣多錢，但都係細碼咁，好開心呢個。但最主要係血壓，我爭啲要去食血壓藥啦，咁已經習慣咁樣係。咁自己一味捱住睇，唔想食住先啦，一方面想買翻嚟保險先食啦，呢個一唔想多食保險就唔受理噶嘛，呢個係咁。咁咧就總之嚟講咧，包括如果血壓收縮啊收冇即係自從做之後低咗8度嘅血壓，即係呢個係，輸咗壓力低咗5度，都好好運動好有用呢個係。咁所以講大家嚟講不妨。早啲呢個信息嚟講，尤其年輕嘅朋友唔好放棄運動，叫因為分紅係超過15年嘅壽命延長，一好嘅壽命嘅呢個，記住呢樣嘢。當然唔遲，70歲、80歲開始運動都唔遲，但係如果分紅咁多啦，你睇。當然其他方面嘅而家其他方面一樣有用，呢個係。哇，咁主要係三個啲啦，即係食物方面控制啊，多呢個頭先所講嘅係呢個係少鹽，又多啲蔬菜，咁呢個係2份生果、3份蔬菜啊，同埋啲啊利尿劑同埋藥三樣嘢，呢個傳統嘅呢樣嘢，但係依家會講下，依家啲有冇要改變咧？咁呢個就你不該講啦，呢個係就呢個最理想嘅降壓藥嚟講咧，就一定要就係有呢個本身就係特別嘅功效啦，同埋呢個咧就係好好嘅。好好嘅呢個嘅佢吸收程度啊，同埋佢個個 profile 會好好啦，同埋咧佢嗰個持續嘅降壓噶啦，同埋嚟講咧就係佢係少副作用啦，好過曬依家現有嗰啲藥啦，咁就同埋咧就呢個咧就係呢個就唔受呢個係人民嘅限制，即係每種年齡啊都無論有些人種啊冇些人種嘅白種人唔緊都啱啦。同埋最主要嚟講咧，佢有啲其他額外得益，咁呢個就佢後來咩叫額外得益咧？係咪純粹唔係咁簡單揀降血壓咧？咁大六大類嚟嘅，就呢六大類啦，大咩鐵啊 B 體阻劑啊 ACE 啦，鈣阻劑啦，呢個係 ALB 啊 ALB 同埋呢個 Alpha 嘅阻劑 ，Alpha 嘅阻劑同埋呢塊。咁佢有唔同嘅，有啲係喺血管出啊，有啲係主要嘅作用咧喺腎嗰度嘅，有啲咧喺中樞神經嘅呢個，有啲係心臟嘅 B 體阻劑係主要心臟嘅。咁最主要嚟講，實質嚟講咧就係個概念就 A2 咧 ，angiotensin 2嚟講個血管收縮係好重要，好重要嚟講，因為佢係造成令到持續血壓高，同埋嚟講咧亦都係引起呢個所有嘅器官，包括埋頭先所講嘅腦啊、心啊、血血管啊、腎。嘅破壞咧，從引起中風啊，同埋呢個係心衰啊、腎衰竭啊，甚至死亡咧，都係同呢個 A2 有關係嘅。換句話嚟講，好多嘢佢話，譬如 block 咗 A2 唔係更好咩？咁即係最平嘅 block A2 嚟講，實質嚟講係 B 類 blocker 都可以 block， 但係佢個層次唔同。咁依家新嗰啲會唔會更好咧？咩就係將會討論嘅問題啦。就呢個係香港、英國香港以前香港嘅95年我自己喺香港咧，越來越多人咧用其他嘢，以前嚟講大。利尿劑依家嚟講叫做都仍然有用 beta blocker， 但越來越多其他嘅鈣阻劑啊，同埋 ACE 咁樣。但 ACE 嚟講冇啊，理論方面好啊，喺病理方面好啊，佢阻截咗其他嘅病嘅根源。但嚟講咧，喺中國嚟講咧，有30%咧會咳嘅。我係全香港第一個話，我哋中國人涉咗呢 ACE， 我第一個就喺嗰度發表咗喺呢個英國嘅將嗰個 clinical pharmacology 嚟講咧就係、是。
中文沙嗰啲人唔信，我嗰時話中國人嚟講啫，你話呢個信唔信？話香港嘅污氣污味污染，但係後屘特登走去將呢、這個去新西蘭嗰度，將嗰啲亞洲入白好多啦，香港人比較嗰啲白種人嗰啲一樣係咧，鼻屎咳嗰啲咧，幸運都係亞洲人嚟嘅，係咁歐洲人空氣污染好啦，世界樂土啦，一樣係咁樣，所以同空氣污染無關嘅，啲係一個大家嗰個 coffee face 嘅嗰個靈敏度唔同呢、這個咁樣之外。咁就主要就係因為你個俾啲卡人增加咗啦。咁如果有其他藥可以咧，咁就你唔係阻截呢、這個Tensin 1 to 2咧，咁可以會唔會 ARB 嗰啲好咧？其中一個就好似 Tamsulin 咁就係、是、佢亦都好好啲。譬如 Tamsulin 呢個藍色嗰個好有效嘅控制收縮壓、舒張壓。咁其實呢幾隻都係而家藍色呢個就係鈣質劑，咁亦都好有效嘅呢、這個係呢、這個 ARB 嚟講，亦都係尤其朝頭早人都講話朝頭早嘅壓果亦都係講得很好嘅呢、這個係，咁呢個係好有用，又要啫ARB 加埋呢個利尿劑都好有用，而家加埋嚟講咧，加埋嗰陣時嘅價錢都一樣，所以大家都留意一下，如果係有困難嗰陣時嚟講咧，可以考慮係 ARB。咁但係我原因我論證喺邊度咧？咁以前呢個咧就係、是、啦，呢、這個就係呢個係曾經有個咩啫，啱啱就比較所有藥係貴嗰啲好咧就。得唔到好處嘅呢、這個係，呢、這個係以前嘅第一代嘅呢、這個係，比較呢幾樣嘢 ，ACI 都話應該好啦，比較係好平嘅利尿劑 beta blocker， 呢個 CCB 比較下利尿劑 beta blocker 呢個一樣咁樣，但係法國嚟講咧，對於呢個腫嘅基呢個係中點嘅嘢咧，法國冇分別嘅呢、這個係，所以呢個係就係作為呢個係揸錢嗰啲人就好開心，呢、這個又係冇分別嘅，幾個先粒同幾蚊粒都冇分別嘅呢、這個係咁樣。咁呢個就係嗰個結果，但問題就係主要出問題出邊咧？唔係啦，電翻轉頭咧，最近出白呢個就係、是、呢、這個亦都係一個Enlopin 呢個 Lovas 呢個嘢，佢比較下同大嗰只比較嚟講，又係所有嘅終點嚟講咧，就係、是、冇分別。反而嚟講咧，由於佢食大嗰只食呢個係 CEB 嚟講，只腳容易腫，但只腳腫唔係黑飛嚟嘅，但係喺嗰啲文章喺嗰個研究咧，凍咗黑飛嚟，會所以令到佢食呢個 CEB 嗰時嚟講咧，嗰個黑飛嚟凍多咗呢、這個咁。咁但係呢個不絕不實，所以個分別唔大。但係過後嚟講 ，Escort 呢個自己 Escort 咧喺歐洲做個研究咧，佢咧就係加即係呢個係 Enlopin 加減啲，有啲人有一部分咧就有一部分用咗呢個 ACI， 同埋咧佢咧就係將個降壓咧，由於呢個 Enlopin 好有效咧，將降壓咧降得好低到點樣話俾你去到邊度咧？低過130收縮壓以下或者80呢個舒張壓嚟講，但係反過嚟講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第一次得到呢個係，無論呢個係總嘅死亡率或其他嘅方面嘅呢個中風咧，都係可以得到喺呢接近一萬個人咧得到嘅分別，即係話呢個 Enlopin 加減呢個佢呢度咧 ACI 咧係好過大嘅 beta blocker 嘅，呢個第一次咁樣。咁佢個好處就係喺呢方面嘅，呢個係好重要性，包括總死亡率啊、心臟死亡率啊。同埋呢個中風啊，都係好重要嘅呢個係。咁嗱 ，ARB 加呢個以諾恩安平為例，或者呢個係ACI 有用啦。咁呢個有乜第二啲嘢特別需要使用 ARB 咧？就呢個就係阻肥啦。喺阻肥方面咧，係點啊重要啦？咁就呢個就係咧 ，life study 嚟講呢個咧比較你話 Tylenol B 嘅阻劑同諾沙定咧，就發覺佢降壓、收縮壓、舒張壓平咗啊，一樣嘅。但係佢結果唔同喎。結果嚟講咧，就呢個咧就係邊個阻劑嚟講係死亡率係呢個氯沙婷死亡個總嘅呢個終點啊，法國嚟講係低咗13%嘅呢個係，一樣係佢係中風又一樣，呢個咧就係其他各方面咧就係一樣，最重要嚟講咧呢個咧就係呢個喺糖尿方面一樣，我有糖尿一樣，同埋新嘅同埋呢個咧就特別喺糖尿方面咧嗰個糖尿係高危嘅，所以你嗰個心冠心病死亡率啊，其他嘢咧同心管有關咧，嗰個好處仲大嘅呢個係。咁呢個即係我同埋新出嘅，即係新出嘅糖尿咧，都係用住咗氯沙婷就好過呢個beta block beta阻劑嘅。即係我講，如果係特別嘅，呢、這個唔可以所有病人都啱，但係呢、這個如果血壓高加埋阻肥嚟講咧，咁呢方面咧就係、是、呢、這個正如 life cycle study 嚟講啊，係值得推薦你講呢個 ARB 以氯沙婷咧好過傳統嘅 beta blocker 呢個係聽到冇咁樣。好啦，
既然有咁嘅資料嗰陣時講咧，我哋依家喺呢方面點樣處理咧？係咪好似以前咁一級級去一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咁樣用平嘅用呢、這個微調劑咁做咧？咁呢方面咧，大家又可以有啲唔同。咁呢、這個一般嚟講咧，呢、這個係第七、第六、第六同第最近第七嗰個咧，嗰、那個指引咁啊，都係話咧，希望咧可以盡量可以咧，可以睇睇咩可以因應病人嚟講需要咁樣。如果病人嚟講咧，就最好咧就有最好咧就都達到好嘅血壓咧，所以咧就一般嚟講咧唔好用一隻用多種藥，從而希望咧達到好嘅血壓嘅，但係嚟講咧嗰個副作用少嘅。咁就呢個指引嚟講咧，指引嚟講希望咧低位130、580，尤其是如果糖尿嚟講咧，要低位130、75。我哋國家嘅指引嚟講咧，亦都係喺個中國中華內科雜啊《中國內科雜誌》有個指引嚟講，外多編委指引嚟講咧，亦都係推薦呢、這個。呢、這個特別嘅特別嘅嗰、那個標準嘅呢個係，但係嚟講呢個咧就係佢哋長久嚟講好處大，但係嚟講咧，但係嚟講咧就佢貴好多啦，入邊就係咁，大家要兩個要平衡下。就另外一樣嘢嚟講就係睇緊咩啫，咁有啲病人嚟講有時咧好多阿伯嚟講咧就有啲呢、這個係前列腺肥大啊，有個尿頻啊咁樣，喺嗰陣時講咧好多時就打，雖然即係呢個唔係話平時嘅考慮，但係喺嗰時講就可以一石二鳥咧，可以以呢個彎曲嘅 alpha blocker 嚟講咧，可以放鬆個膀胱咧，亦都可以達至降壓，同埋同時講令到個夜晚唔使起身咁勤咧，唔使呢咁起身咁勤嚟講，可能瞓得好啲，咁樣係要控制好多嘅呢個。故所嚟講咧，大家留意下呢、這個喺 JAMA 嗰度2003嘅呢個JNC 第四陣式嘅階段嚟問，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個階段咧，佢都係咁講呢樣嘢，佢多咗好多種類，並唔係一步步嗰啲利尿劑啊，其他嘢多咗好多種類，因人而施。如果病人糖尿嘅，就多啲其他嘢，就攞咗肥多啲，咁啊其他會腫佢嘅嘢。咁呢個咧第七個JNC 階段講，如果大家留意下咧，就可能喺 JAMA 2003嗰度嚟講啦。如果心衰嗰陣時講又。多咗四樣嘢就盡量避免啊，就 CCB 啦。如果係呢、這個係收緊之後嚟講咧，用多啲 BCA 或者 ACI 啦。咁如果係有高風險嘅冠心病嚟講咧，就係呢個咧就係、是、暫時嚟講咧呢、這個咧 beta blocker ACI 多啲 ，ARP 本來都有用嘅，但係問題咧，除非佢 ACI 咳唔忍受得咧，如果唔係嚟講咧，暫時 ARP 證據唔係咁夠嘅呢、這個係。咁糖尿方面嚟講大家留意下，儘量要用到 ACI 如果或者 ARB 呢個係重要嘅，呢個係當然。如果佢血壓唔得，由於糖尿嘅係需要要求好高嘅血壓，所以嚟講喺呢個方面嚟講 ，B 仔阻劑同大佬其實需要加負落去咧，令到希望可以達到標準，呢個就唔逼嚟噶。咁你話大家留意到呢個係呢、這個係腎功能咧，如果佢嗰個腎功能可以用佢咧，儘量咧可以用 ACI， 因為長久嚟講可以避免繼續退惡化落去，尤其呢個係漏蛋白嗰啲方面咁樣。如果呢、這個有中風嗰陣時嚟講咧，咁呢、這個Prednisone 嚟講，嗰嘢咧，發覺嚟講係好重要，佢唔係純粹。唔係咁簡單，純粹係降壓嘅。Prednisone 嘅嗰個 ACI 嘅作用嚟講咧，係有其他壓作用，防止再中風啊，或者呢個係老人痴呆啊咁樣。呢、這個就係嗰個準則。咁我哋咁樣講嚟講就係，我哋希望嚟講咧就係有一連串，除咗佢出事之外咧，可以喺呢個早期揾出佢有冇其他嘅血管硬化，從而咧希望可以做到。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呢、這個我做下兩張特別嘅嘢，就係 X 咧除咗。係用即係分咗四個啱嘅，除咗俾呢個咧有降壓條之外，仲加埋阿杜阿斯汀嘅。阿杜阿斯汀而家呢條台嚟講咧，佢只要咧，不論佢血呢個膽固醇幾高，如果有血壓高嗰陣時講咧，你只要過得膽固醇嚟講咧，佢都降低咗我中出事機會36%，好緊要下嘅。即係換言講，如果你有兩個破壞，血壓高加膽固醇高運咧，你只要降低啲唔得咧，都可以達到36%嘅降低嘅機會。所以嚟講，大家留意下。咁即係呢個咧，就係如果呢個信息啱的話咧，咁我哋就要盡量咧，就係要血壓高嘅人咧，盡量要佢降低個膽固醇嘅呢個係，就其他中風亦都可以降低咗嘅呢個咁樣。好啊，咁頭先就講啦，呢四樣嘢啦，我哋希望咧就無論係我哋接觸病人嚟講咧，一樣嘢睇住呢四樣嘢啦。咁而家最後咧，講嚟講去，降壓治療係咪吃呢一類咧？降西藥唔係，因為佢有唔同嘅藥理啊，有六種六大類，因人而施。我哋因個病人針對某類病人需要咧，就所以唔同藥理咧，所以係唔係嘅。比較貴昂嘅西藥咧，係咪更有效咧？係或者唔係？即係依家目前嘅證據嚟講咧，係有兩個嘅特別嘅臨床研究嚟講係有用特別嘅，譬如阻肥啊、調糖尿咁。但係如果
一般嚟講咧，暫時我未夠證據，所以我一點即係未夠證據，呢個係，但嚟講初步有證據。即係過額150、90唔夠，唔夠，就呢個係應該要更緊要啲，所以個指標更低啦。咁咧又係過額治療，只係處理上高夠唔夠咧？唔夠，因為嚟講要處理其他嘅 escort custody 啊，其他嘅咧，主要埋膽固醇啊，主要其他嘅危險因素，所以呢方面嚟講係唔夠嘅呢個。最後呢張嚟講應該係喺你我講義嗰個有嘅，我哋預測有好多用嘢，呢個根據呢個 JNC 第7嗰度咧，嚟講咗頭先2003 gem 啊，依家 circulation 嚟講咧係唔同嘅程序，包括埋冠心病啊其他嘢咧，係用藥係幾多咧？咁呢個係可以推薦大家去考慮下多啲咁樣選擇你哋用藥嘅，譬如好似最單獨嚟講，如果有哮喘嘅，梗係唔用 B 低阻劑啊，用多啲其他嘢啊。如果你係有糖尿方面嚟講咧，咁你梗係用多啲 ARB 呢個咧就，但係如果ARB 嗰啲嘢同埋呢個咧，如果第二類嘅糖尿嚟講，亦都係用 ARB 或 ACI， 盡量避免唔好淨係用呢、這個，唔好淨係用呢個 CCB， 因為 CCB 嚟講心跳跳得快啲咁多，咁就小心呢樣嘢。好啊，咁我自己大家留意到介紹到咧，就係我自己盡量少用啲嘢。一方面就係我希望可以做啲運動，希望我嘅肚腩計數少啦。第二方面咧，我集中時間咧，希望咧提升一兩個中藥可以咧幫輔助我。因為之前咁樣咧，丹參葛根呢個咧就係丹呢個咧就係丹參呢個葛根，我哋將佢變成膠囊嚟講咧，依家做緊啲研究嚟講，咁亦都今日嚟講有機會都喺澳門嚟講，希望可以收入啲有血壓高加糖尿嘅病人嚟講咧，希望咧可以。我哋因為我哋好多好大嘅，我用咗100冠心病病人方面咧，發覺加服落去西藥就唔會作藥，但安全性好高。所以我希望嚟講咧，希望嚟講可以將呢啲咁嘅葛根丹參藥咧提升到個國際境界，即係呢個係有呢、這個係有呢個雙盲嘅或者 double blind control 嘅 study 咧，可以引入咗呢啲藥，希望可以去國際舞台咧，我哋中國好嘅藥葛根丹參嚟講咧，可以作為輔助呢個血壓高嘅研究。多謝各位。好多謝阿梁教授因為時間緊迫，教授講得好快，但係都好清晰。我請問大家有冇咩問題想請教阿梁教授咧？我哋有同事咧係有麥嘅大家舉手咧，我哋就有同事咧就係送俾過嚟俾大家發問㗎。好，唔該。好多謝教授咁嘅教導，我覺得今日呢個課咧對我哋幫助好大。好希望俾個網址我哋細心重讀，因為講得太快，我哋嘅吸收就未完全就重讀對我哋處理啲病咧非常幫助我希望呢個可以做，或者有機會。話你聽啲好消息啦，陳醫生嚟講個好消息，政府知道佢有將咗講就100万未來一年就做多啲，每個月買一次係嘛？會買一次呢個持續進修嘅嘢，咁啊持續進修嘅課程，我有機會咧詳細。將呢啲咁嘅嘢，一方面上網冇緊要，但係嚟講咧，我有機會咧詳細啲，大家有機會有啲互動嘅 interaction 嚟講咧，可以多啲機會啲係將佢分開3、4節嚟講講，或者可能會更好。我盡量滿足你要求。係啊，因為我哋中華醫學嘅網址咧，我都俾咗阿教授啦。如果教授係樂意嘅，可以將佢擺上我哋嘅網度，你喺個網上面都可以睇到啲資料，係嘛？好，請問有冇其他嘅問題？我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教授嘅，即係話咧就有一個男性係超過34歲啦嚇，咁咧佢有高血壓，咁咧就請問即係話個血壓喺服藥嘅方面咧，係去到咩血壓嘅水平係比較合適啲咧？因為佢本人就成日希望去到後生仔女咁樣120啊、650啊咁，咁合唔合適咧？請問教授。實在嚟講咧，係我成對於阿高多少嚟講，我成日講兩句説話，好受用噶。總之係血壓越高咧越長命。不是越低越好，即係話佢當然計2013年係起碼達到呢個標準啦。但係嚟講最緊要咧，第一就唔暈，冇症狀，一個暈血壓，第一就唔同呢個係冇症狀咧，就唔暈咧，就好多時講咧就係你只要一二嚟唔緊要啦，佢冇暈冇症，點喐咧個暈咧就好事啦。
不過嗰時如果越低越高，越高設真越高咧，越暈咧，小心啦！我啱啱就同啲哥一個八十歲嘅嗰個朋友咧，佢八十歲，佢咧就呢個即佢出面血壓160/3/2啊，但係一起身就暈，我冇理由啊！咁一個六十冇理由暈啦、啊，咁你話第一陣時嘅原來嚟講啊，入到幾次醫院真係中風，好彩我真係中風喎，一陣間又復原，於佢我又話俾你聽。原來發覺如果兩個血管咧都合質好緊要啊，合質好緊要啊，即係講呢度160嚟講，腦入邊血管啊唔夠100嘅呢個係，所以如果唔夠咁，我就同個通過波仔度嚟講啊，好好多，完全冇呢樣現象，佢可以用得到，去翻佢個眼嗰度去翻到120，完全暈啊呢個反而呢個係160反而暈喎，你因為佢嗰度你上唔到個腦嗰度，即係同我講，如果有咁嘅暈法咧，留意下。留意下會唔會呢條血管做超聲波啊，或者做呢個磁力共振，睇下會唔會啲血幾多血管入嘅，大家留意呢樣嘢。但問題太低會唔會對個冠狀動脈呢方面冠流嗰方面唔充足咧？一般嚟講咧，就係除非佢人有同時有冠心病，如果唔係嚟講咧，即係佢冇症狀啊。如果低到上下，佢行到又痛咧，你就梗係會令我留意啦。我諗住亦都係越低越好，希望可以低到120/130。只要佢唔暈，只要佢冇心口痛就得啦。唔該曬，好，請問大家有冇咩問題添？好，張會長，張主席，好多謝胡教授咁精彩嘅演講嚇，我哋真係受益良多。咁尤其喺嗰個頭先教授講嗰個手足嘅血壓比例嗰度啊，真係我哋自己不學無才。咁今日聽到依個手足嘅血壓比例咧，原來喺臨床上面用得係咁重要噶。咁我覺得將來如果教授有機會再講嘅話，再講詳細啲。咁另外我覺得阿教授講嗰啲嘢完全喺臨床上好實際嗰啲嘢。有一件事我覺得都係有啲困擾嘅，就係朝早血壓啊，真係有啲像朝早嗰啲血壓係比較高啲噶。咁次次我哋都遇到有病人咁，我瞓咗一夜咯，瞓得好好噶，做咩都遇到血壓高啲噶？咁今晚請個機會啦，我都想請教下教授，做咩瞓得咁好，朝早起身血壓又高啲噶？第二個係用咩方法嚟預防或者係治療佢咧？多謝。或者如果講咧，可能另一堂噶啦，呢個係好多人，因為好重要嘅，所以我只啊，不過就啲時間關係咧，就係有一塊幻燈片咧，即係使冇人知道點解有朝頭早咁高，但好多因素係佢自動未準備醒啦，開始高定先嘅啦，已經係即係嗰個時鐘咧係個身體時鐘係會咁改變，咁但唔係個個，但係大多有80%-90%人都會咁樣嘅呢個。當然腎衰竭嗰啲人咧啱啱相反，夜晚高嘅。冇咗呢個，冇咗呢個變化，食出嘅營養最高，唔係朝頭早起身高喎，呢個係。咁就閒話不算，如果有咩辦法呢？兩樣嘢，第一咧，第一吞食藥時間，吞食藥時間嚟講咧，如果日頭唔高呢，你咪夜晚唔瞓住食咯，呢、這個即係可以呢樣嘢啦。第二咧就選擇多長效嘅，又似頭先所講嘅呢個有啲某啲藥，尤其 ARB 嚟講，頭先所講嘅 Temesate ARB 嚟講咧，佢又專特別針對朝頭早個 spike 咧，由於佢皮膚入邊呢個多內分泌嗰樣嘢嚟講咧，尿路紅毛龍呢樣嘢咧，佢又所以可能咧，佢令到佢嗰、那個朝頭早出個機制嚟講咧，佢又能夠可以控制到佢咧朝頭早高嘅機制咧，所以比較有效啲應付朝頭早特別高嘅病人。長有遲啲有時間再討論呢個問題。好，請問有冇咩問題？如果冇問題咧，我哋再次鼓掌，多謝教授。好啦，就我哋俾原定嘅時間咧，係推遲咗15分鐘，唔緊要啦嚇，反正大家咧上過隔離咧有少少熱食小食俾大家填一填口先我哋希望係25分鐘之後啦，好嘛？9:10，我哋即刻進行下一部分啦，好嘛？黃提，唔該曬大家。